is your sugar? Daddy. Really? I guess you can say money can buy love. Money can buy love.马来西亚裔美女透过约会平台结识富有的干爹 Sugar Daddy 求包养，最终更加嫁给对方。这一名干爹出手阔绰，婚后不单止送豪宅和价值超过1700万令吉，即是大约290万港元的超级跑车，更加每个月给她10000令吉，即是大约17000港元的零用钱。美女如今生活无忧，更加大方发表爱情可以用钱买到的看法，惹来网民的轰动。有网民赞扬这个女仔直率爽快，但亦都有人不看好她和干爹的婚姻。